是人形的机械吧？没有反应，应该是已经损坏了。你认识那个吗？只是猜测，它跟海岛的整体气氛格格不入。看衣着，倒像是从盗栖漂流而来。盗栖？那不是很远的地方吗？是的，这里是独立的海域，不跟任何国度接壤。对这片海洋而言，它也是异乡人。但以盗栖眼下的情况。 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没反应的异乡人，好神奇，是有人把他带来这里吗？啊，大魔王不动了。可莉，也许大魔王只是累了。对对，大魔王应该是睡着了吧？等你等得不耐烦，就呼的睡过去了。嗯，我们陪可莉去别处玩，等大魔王睡醒再来找他。真的？当然啦，你要相信我们。不对，可莉想到了，这个不是大魔王，真正的大魔王还在别的地方。哎，是吗？哼，可莉不会放弃，大魔王，等着呗，我们来找你。 跑掉了，小孩子的精神真好呢。可莉，等等我们。